们非常小心地挑选候选人，我们必须确保他们有为国为民的基因，也必须确保他们已经做好了无私的牺牲和贡献的心理准备。我的队员的血液里就流着这种精神，他们拥有这样的热情来为你们服务，请你们就像以前一样继续支持我们，只要我们你我同心，就能够保障你和下一代继续在这个非常不稳定的世界里过着更美好更安全的生活。